到过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辽阔二字。有时候开车一个小时，你才能看到人烟。这座蒙古包就远离城市，孤单的就像大海中的小岛。这座蒙古包里住着一个女孩，她才二十岁出头，而她却显得非常忧郁。我想，以后要不要学习？以后要不要还念书？要不直接退学？自己干活，工地里学习就好了。那个想法。这个女孩名字叫苏尼尔，她的忧愁开始于几年前。2011年的一天，她的父亲在打工时突然发生了意外，开拖拉机骑马什么的，然后最后，骑马的时候身体那个体力不够，就是自己摔下马。当时苏尼尔并不在父亲身边，她听到消息后和弟弟赶去时，父亲已经离开了他们，带弟弟回东极。然后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苏尼尔的父亲在这次出事前，其实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这次打工干活时出事儿，实际上是伤上加伤，导致了不治身亡。医生说的，本来以前是脑出血厉害的，一摔又发了呗。苏尼尔17岁，他的弟弟8岁，他们的父亲是在干活的时候摔倒脑出血不幸身亡的。医生说，苏尼尔的父亲以前就受过很严重的创伤，不应该再劳动了，只能静养。那苏尼尔的父亲为什么还要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打工呢？他以前又是因为什么受的伤呢？苏尼尔住在呼伦贝尔市西尼和苏木，他家里本是4口人，父母平时都要给别人打工挣钱。苏尼尔读书挺用功，他的弟弟从小歌唱的就好，还参加了呼伦贝尔组建的五彩儿童合唱团。苏尼尔一家的日子在平静中度过，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上一所好一点的大学。然而生活在他完全意想不到的时刻转向了。2009年的一天，苏尼尔的母亲去市里看望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在回来的路上突然出事了。你妈妈是怎么出的事啊？当时就是从海拉尔回城旗的时候，那个路上翻车，那车走得太快了，然后自己翻车出车祸了。苏尼尔的母亲乘坐的车竟然在路上不幸发生了车祸。这场车祸突如其来，让苏尼尔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我当时在学校，还在初中来着，然后晚上奶奶来电话说，那个跟班主任请假，赶紧来一趟海拉尔，所以就来了。当时是去的哪医院？对，当地的那个某医院。某医院。对。然后看见妈妈当时什么样子呀？就是全身就都扎着那个绷带什么的，用氧气那个呼吸，就不会说话。苏尼尔在医院里见到母亲的样子，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健康和活力，她受伤严重，危在旦夕。医生们都觉得这种伤怕是很难救过来了。那个脖子一下，身体都不知觉就不能动了。需要人照顾什么的，动不了。自己什么知觉都没有，就能吃喝，饿了就说，就是别的知觉都没有。苏尼尔的母亲在医院的努力治疗下，终于慢慢的恢复了。随后她出院回家，想办法再继续治疗。这是个既漫长又痛苦的过程。那也得不光是要消耗人力，这钱也花了不少吧？对，一天也得花300块钱了。那钱怎么办？那个按摩师家花了最多钱，然后那个是我们先不给钱，然后慢慢得给钱啊，分期还钱呗。苏尼尔的母亲经历过这场大祸之后，
基本上生活已经无法自理，全靠苏尼尔和弟弟来照料。苏尼尔的父亲仍然还在想尽办法，期待妻子能够再次站起来。这两年多，可把我折腾够呛了。我哥也是。都是，那怎么办？怎么照顾他？他就基本是就不能自理了吧？那时候，只能。他能吃能说，连那个起不来床啊，跟植物人一样。不过比就植物人能说能吃。冬去春来，苏尼尔的母亲顽强地坚持了一年，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体力。苏尼尔的母亲没有来得及看到儿女成人，无比留恋地闭上了眼睛。母亲的去世使苏尼尔和弟弟乌达木陷入了长久的悲痛之中。苏尼尔的母亲不幸离去，这让这个家的日子变得非常的艰难。苏尼尔和小乌达木还都没有长大成人，但是从此就没了母亲的照料了。为了给母亲治病，不仅苏尼尔一家举债度日，甚至还拖累了他叔叔一家。欠的钱你得还，两个孩子还要上学念书，苏尼尔父亲的压力可实在是太大了，他该怎么办呢？苏尼尔的父亲知道，只有加倍努力打工挣钱，才可能摆脱目前的状态。他不得不到处寻找工作的机会，因为两个孩子都需要他的收入。母亲去世的时候还给那个，我还给别人欠钱呢，然后爸爸，自己干活，妈妈还，顺便还给我零花钱。苏尼尔的父亲十分疲惫，但他不愿意让两个孩子没有书念。他相信自己毕竟正当壮年，靠着勤奋一定能够让一双儿女过上像样的日子。他没有想到，意外的命运并没有结束。2010年的一天，苏尼尔的父亲骑着一辆摩托车回家时，灾难发生了。2010年。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是那天一大早就去别人家，跟我们二爷二夫，跟他们一起去，给别人剪羊毛。然后他那个家，那个地方有个老人，说爸爸从苏木拿来个那个摩托，他摩托坏了，然后爸爸会骑摩托车什么，那个老人不会骑，然后去苏木，来的时候晚了，天已经黑了，然后他，就是自己想赶快回去呗，然后回去的路上那个摩托链子断了，然后就摔摩托车，也是抢救。苏尼尔的父亲所骑的摩托车在草原上行驶的时候，竟突然失控，发生了故障，将身体强壮的他远远地甩了出去。幸好路过的人发现了他，将他送到了医院。看到爸爸的时候，那个脸都那个肿了，肿大了，然后不好好看的话就认不清了。浑身都是血，脑袋都是那个什么的。刮伤的那种。他能说话吗？不会，就是他一直打呼噜，就是那个有昏的，就是昏迷。对，昏迷状态。这个家庭的又一次交通意外让苏尼尔的父亲受到了重创。虽然他最终被抢救过来，但医生说苏尼尔父亲的状况非常不好，从此以后都不能再干什么活了。院诊断就是脑出血嘛，厉害了，这当时医院就说了，也就能活个一年多。苏尼尔的父亲休养了很长时间才能够走出家门，然而他刚刚恢复就不听别人劝说，执意还是要去打工干活。他不想就这样成为一个无用的人。虽然有民政部门发放的低保，但家里的情形越发的困难，不出去挣钱，孩子们怎么办呢？那么大个活儿，你不光会也不是个事儿，但他能找到收入啥的，就啥事没有啊？就是大脑有点
不正常，不跟正常人一样了。哦，对。但是他能干活啊，他供他两个孩子。苏尼尔心疼父亲，他也尽力在课余时间帮家里分担劳作。才高中，他已经能干所有的家务活了，还承担起家里放牧的工作。然而，他却无法劝阻父亲继续辛苦地外出打工挣钱。也是给别人干活，就是，到秋天了，我们在草地上那个打草。嗯。然后他就，那个开拖拉机，别人不会让他干那么重的活，就是他，想干的活就让他干。2011年，当苏尼尔的父亲在打工时，因为身体状况太差，终于坚持不住摔倒了。没见到，我们是从这儿坐八点的客车去的，然后他是在那儿。正好八点多的时候去世来着。哦，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10点多了。苏尼尔和弟弟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失去了父母双亲，这真是人间的大不幸。这种连续失去挚爱亲人的悲痛，让苏尼尔和弟弟都承受不了了。他们的性格变了，生活似乎也全是灰暗的色调。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苏尼尔不得不面对这么严峻的问题。苏尼尔和弟弟乌达木被叔叔家收养了，因为失去了父母，苏尼尔和弟弟都变得很忧郁，这让他们的叔叔感到非常难受。他们这个父母就是连着出事儿，对这两个孩子心理影响大吗？很大，那可是很大了。嗯，特别是大姑娘，就现在就不爱吱声，不说话。嗯，不说话。原来是这样吗？原来不是。嗯。见谁你说话，现在不对。苏尼尔的叔叔还是坚持让苏尼尔继续学业、考学。苏尼尔看着幼小的弟弟，终于鼓起勇气，重新拿起了书本。这一年，他考上了呼伦贝尔大学，叔叔高兴极了。苏尼尔走进大学，一切都有了新的变化。那你学费、生活费这些怎么办？学费是学那个什么学校给我一等的那个助学金。嗯。然后还有我们东齐的民政。嗯。和弟弟和我给那个还有孤儿的那个助学金。嗯。然后那个是，加起来这个我。就是那个生活费还够，去年是10000块钱，弟弟和我的加起来。那不叫低保吧？那叫什么？就是孤儿的一个特殊补助。对，补助。啊，孤儿补助。生活费赔一块。苏尼尔没有想到，来到大学，他不仅不需要承担生活和学习费用，反而还能得到学校和国家的各种补助，这大大减轻了叔叔家的负担。学校的老师也对苏尼尔给予了很多帮助，他变得开朗了起来。同时，苏尼尔的弟弟乌达木也在五彩儿童合唱团里得到了更多的关爱和帮助，他也渐渐走出了悲痛。通过那个五彩儿童合唱团，他的那个唱歌的那个技术有点提高了，然后还有那个布伦老师和乌娜老师，在音乐的方面帮助他。各个方面都帮助我们，然后，他就是，有机会参加那个大人秀比赛了。我叫乌达木，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从小就喜欢唱歌。2012年，乌达木参加了中国达人秀的比赛，他在现场演唱了一首蒙古族歌曲《梦中的额吉》。歌声传达出一个经历坎坷的孩子的纯真和深情，那是对天堂里母亲的思念和告慰。歌声打动了所有的观众和评委，乌达木经此一唱，也成为了歌坛最受人们喜爱的童星。
苏尼尔和乌达木这两个孩子，他们所遭遇的家庭的巨大不幸，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贫困，他们心底的创伤，恐怕我们局外人是永远无法明白的。如果没有外界有力的影响，我们很难想象这一对孤儿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因为有了叔叔一家的温暖，因为有了社会和政府的及时帮助，苏尼尔重新振作，考上了大学，有了生活的勇气。乌达木也从阴郁当中走了出来，用清澈的歌声开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新的人生。他们的父母在天堂里也一定会为此微笑。我是卢一鸣，明天见。